今日金秀贤经纪公司宣布，金秀贤辞演网飞剧后已确定下部作品将搭档车胜元出演电视剧《那天晚上》。此剧从大众角度出发，是一部揭露刑事司法制度的剧。金秀贤剧中饰演诚实平凡的大学生金秀贤一角，由于一晚上的失误成为了杀人事件嫌疑犯。